你敢相信吗？比宇宙本身还要古老的恒星。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能颠覆你对宇宙认知的事儿。有一颗恒星，它的年龄居然可能比宇宙本身还大。这听着是不是特别离谱？就像说一个人的妈妈还没出生，他就已经长大了一样。但这可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而是天文学家们研究了上百年的真实谜题。 这颗恒星就是藏在天秤座方向的 HD 幺四零二八三，还有个特别形象的外号，叫马氏撒拉星。马氏撒拉是圣经里活了九百六十九岁的长寿老人，用这个名字给他命名，你就能想象他有多老寿星了。先给大家说说这颗星的基本情况，它离我们不算太远，大概两百光年，质量是太阳的零点八一倍。 半径却有太阳的二点零四倍，属于那种快要变成巨星的亚巨星，视星等差不多七点二等。这意思就是，我们普通人拿个普通的天文望远镜，晚上就能在天上看到它。可谁能想到，这么一颗看着平平无奇的恒星，竟然藏着撼动宇宙学根基的秘密？早在一九一二年，天文学家就发现它了，但那会儿只知道它存在，没太当回事儿。 后来仔细观测才发现，这颗星几乎全是氢和氦组成的，连一点点重元素都很少见。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在宇宙刚诞生的时候，根本没有重元素，全是氢和氦。后来是大质量恒星爆炸才制造出重元素，慢慢丰富了宇宙的化学构成。所以，一颗恒星的重元素含量越少，就说明它诞生的越早，年龄越大。这么一看。 H D 幺四零二八三绝对是个老古董，自然就成了天文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但它到底有多老呢？这问题难住了科学家们几十年。直到二零零零年，欧空局的伊巴谷卫星传来了高精度的视差数据，天文学家第一次算出它的年龄一百六十亿年。这数字一出来，整个天文学界都炸锅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宇宙是一百三十八亿年前诞生的。 这恒星怎么能比宇宙还早出生二十二亿年呢？这根本不合逻辑呀、啊！也正是因为这个离谱的年龄，它才有了马氏萨拉星的外号。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霍华德·邦德团队专门分析了哈勃望远镜二零零三到二零一一年的观测数据，还对比了好几种测量方法，最后把年龄往下调了调，算出来是一百四十四亿年。可即便如此， 还是比一百三十八亿年的宇宙年龄大六亿年。面对这个尴尬的结果，邦德团队解释说，这个年龄有七亿年的不确定范围，也就是说，他的实际年龄可能低到一百三十二亿年，这样就和宇宙年龄对上了。但这个解释显然有点牵强。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的罗伯特马修斯就直接提出了质疑。他说：“这不确定范围既能减也能加，凭什么非得往小了算才合理？” 这不是为了凑答案硬找借口吗？说实话，马修斯的质疑挺有道理的。要是单纯为了不冲突就选择性忽略可能性，那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可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邦德团队的说法也只能算是暂时的遮羞布。本以为这是慢慢能有新突破，没想到观测技术一进步，新问题又冒出来了。宇宙可能比我们之前想的更年轻。 这就得说说宇宙年龄是怎么算的了。咱们现在知道，宇宙一直在膨胀，就像吹气球一样。要是把时间倒回去，宇宙就会慢慢收缩，密度和温度越来越高，直到某个时间点，它会变成一种没法用任何理论描述的极致状态。那个时间点就是宇宙诞生的时刻。而计算这个时间，关键就得靠哈勃常数，它代表了宇宙膨胀的速度。二零一三年。 普朗克卫星通过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算出哈勃常数是六十七点八正负零点七七千米每秒每百万,万秒差距。百万秒差距是个距离单位，大概等于三百二十六万光年。意思就是，星系之间每远三百二十六万光年，因为膨胀远离的速度就增加六十七点八公里。根据这个数值算出来，宇宙年龄是一百三十八亿年，这也是咱们最常听到的说法。 但近几年，天文学家用新方法测量，发现哈勃常数可能比这大得多。比如用造父变星和 Ia 型超新星当量天尺测出来的数值，基本在七十四左右，最高甚至到了八十二点四。这哈勃常数可不一般，它越大，说明宇宙膨胀的越快，那倒推回去，宇宙从诞生到现在的时间就越短，年龄也就越小。 有人算了算，要是哈勃常数取七十四，宇宙年龄就只有一百二十七亿年；要是取八十二点四，更是只有一百一十四亿年。你想想，这时候再看马士萨拉星一百三十二亿年的最低年龄，又比宇宙大了。之前的矛盾不仅没解决，反而更突出了。说到这儿，就得提提 NASA 和 ESA 最新的观测成果了。 尤其是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简直是给天文学界开了天眼。韦伯望远镜能回溯到一百三十五亿年前的宇宙，专门观测早期恒星和星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亚当·里斯团队用韦伯和哈勃望远镜的观测数据，仔细研究了螺旋星系里的造父变星。之前，哈勃望远镜因为分辨率问题，测量造父变星亮度时容易受周围恒星干扰。 而韦伯的红外视觉能把目标恒星和周围星体清晰分开，大大提高了精度。李斯团队观测了三百二十多个造父变星，还检查了四个超新星宿主星系，最后证实哈勃之前的测量是准确的。但哈勃常数的矛盾反而更明显了。李斯说：“这就像宇宙给我们留了个谜题，要么是我们对暗能量、暗物质的理解有问题，要么是引力理论需要修正。” 甚至可能存在未知的粒子或场，这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能改写整个宇宙学理论。更有意思的是，韦伯望远镜还发现了早期宇宙里的恒星形成效率比我们想的高得多。丹麦科研人员用韦伯的近红外光谱仪分析了十二个高红移星系，发现有三个诞生于大爆炸后四亿到六亿年。瑞典团队还在大爆炸后四点六亿年的星系里找到了球状星团。 这说明宇宙刚诞生没多久，恒星就开始扎堆形成了。那马氏萨拉星会不会就是这批早期恒星里的幸存者？而且欧洲航天局的盖亚卫星也在帮着完善数据。盖亚卫星能精确测量恒星的视差，从而算出更准确的距离，这对计算恒星年龄至关重要。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还有个研究项目，专门解决盖亚星表的视差系统偏差问题。要是能把距离测准了， 恒星年龄的计算误差也能进一步缩小，说不定未来靠着盖亚的精确数据，马氏萨拉星的年龄谜团能有新突破。现在天文学家们还在争论不休，有人说可能我们对恒星演化的模型理解错了，像马氏萨拉星这种低质量恒星，它的演化速度可能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实际年龄并没有那么大。也有人说。 哈勃常数的争议本身就说明宇宙的结构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说不定存在宇宙气泡之类的特殊区域，导致局部膨胀速度不同，进而影响了年龄计算。还有个角度，韦伯望远镜观测到了大爆炸后二十六亿年的星系就有稳定的棒状结构，这之前认为得花几十亿年才能形成，这说明早期宇宙的演化速度可能远超预期。 那马氏萨拉星在宇宙诞生后没多久就形成，理论上是有可能的。要是宇宙诞生后一亿年就开始形成恒星，那一百三十二亿年的恒星年龄也说得通。可问题是，现在算出来的宇宙年龄可能都不到一百二十亿年，这还是矛盾的。最近，加拿大的天文学家团队用韦伯的 n e r u s 仪器测量了近两百个星系的红移，发现了一些八十到一百亿光年外的星系团。 红移是通过光谱来测距离的好方法，因为宇宙膨胀会把光的波长拉长，变得更红。红移越大，说明距离越远。这些新发现的星系团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结构的演化，说不定也能为哈勃常数的争议提供新线索。想想也挺神奇的，一颗两百光年外的恒星竟然把整个宇宙学的根基都动摇了。从一九一二年被发现到二零零零年测出离谱的年龄。 再到现在，韦伯望远镜带来的新数据，马氏萨拉星就像个固执的老者，一直守着宇宙的秘密。现在，韦伯望远镜还在不断传回新数据，盖亚卫星的观测也在持续，各国的天文台都在盯着这颗特殊的恒星。说不定再过几年，我们能测出更精确的哈勃常数，或者找到恒星演化的新规律。到时候，这个比宇宙还老的谜题就能解开了。 但也有可能，这个谜题会引出更颠覆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之前对宇宙的认知根本就是冰山一角。你说这颗马氏萨拉星到底是真的逆生长，还是我们的计算出了问题？宇宙的年龄真的比我们想的小那么多吗？或者说，宇宙诞生之初还有哪些我们没摸清的规则，能让恒星更早的出现？这些问题可能还要等下一代望远镜。 甚至下下一代天文学家来回答了。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抬头看看天上的天秤座方向，那里藏着宇宙最古老的秘密之一，正等着被揭开。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按赞哦。